2014年的10月18号，陈嘉祥青浦西藏带着团员一行15位来到了后藏最大的城市叫日喀则。现在下午的时间是大概是4点的时候，我们刚刚参观的是整个后藏第一个叫白居士，这是白居士的道路叫白居路，可以看到整个后藏地区的藏民的生活方式跟前藏就完全不一样，我们习惯叫日喀则，又称为叫后藏，所以在整个